上工？没有啊。想，因为他熊猫这一次假日那个有点北蓝呢、啊。他假日的那个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多一个规定，是你钱要归5000嘛。对，然后那个规则不是平日都是11点跟6点会归零式。啊，今天因为圣诞节，他说要跟六日比照办理。啊，等于说你早我这种又是从早跑到晚，看你从早跑到晚，你没更新，讲真的啊，炸掉我也是休息啊，干完不直接休到底。而且我本来礼拜三就休假，所以也刚好。隔天就不能排班，是不是？隔天到他归零还原之前，你就不用上班啊。啊，而且你班的时段，假如你因为我很喜欢挑长时间的，例如说3个小时、4个小时、5个小时，那、啊、假如人家都1个小时、1个小时那一种接到一个炸的，你后面时段全挂。因为假如说你是。这只狗狗怎么？我要讲，我要帮你跟钱包拍一张。狗狗在翻他们的资源回收，他们把那个不是纸盒那个便当什么的，他那个有味道啊，狗狗就一个一个拉出来，现在拉的外面都是。可是他很厉害呢，野狗能吃的，这是有人养的吧？真的？他妈的，不然野狗能这么壮，干不得了啊！这战斗力一定十足了。哦。没有，不一定。野狗很难讲。啊，我的多少？你有办法算吗？等下顺便。这样，你要一点点辣。谁？你要一点点，对。谢啦。嗯。可能就要塑胶袋分开了，因为对，跟你讲一下，一个是要给他，一个是我自己。大家多给他的。不用啊，因为我的大小，哎、欸，我的也是大碗吗？你要装小碗吗？对，我的小碗就好了。装小碗。对啊，因为我没有喝那么多，所以他想喝汤。跟之前的比较熟，是哦，因为我这之前原本还是他们是加盟店的时候，里面员工比较熟，啊，他们现在后来就迁去前面那一间，哦，就是过他们好像有换，对吧、啊？他们那时候他们店长就是他们老板就两家店，就这两间，然后说他们那边太觉得太忙，他觉得做累了，所以他们才不做，然后就回去那边，嗯，他那边其实客人比较少，不是啊，拉尔夫感觉就是。赖富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便利商店，就是哦，我一定要赚多少，很多都是拖着而已，拖着品。对啊，像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跟两个妹妹很熟，有时候
早班那个妹妹会到处支援，我都有去看。其他的店很闲呢、欸。所以他们现在也是直营店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是不是直营呢、欸。应该不是。嗯？我不知道，不然你下次问妹妹啊。吴中在啊，吴中在啊。就是一个记啊，就看起来哦，阿记啊，有一阵子了、嗯，他们后来好像人都不见了。嗯、我知道直营跟加盟交接之后，人就会换一批了。没有啊，很正常啊，出。那边有座位，那我可以在那边。我没有，我带回家，我带回家。好嘞。嗯。如果他觉得好吃的话，下次要多买一点。嗯、那你要开启啊，你要开启熊猫啊，让他买啊。有啦，我今天有开，那今天。生意真的还好，嗯，可是平常的时候忙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忙了，你再关就好了、啊。我忙的时候真的是，我昨天都没做。是哦，啊、都没开。昨天都没开，因为这里就很忙了。对，这边就很忙。啊，我忙到十点半，嗯，十点半之后其实我就可以接，但是因为还要准备其他东西，我就干脆就。那我觉得你就开啊，又没差，因为你能多做一点是一点了、啊。太累了。是哦。能接受的是，比如说我三点来上班，我希望我三点的时候能离开店里面。比如说我还要去拿个东西什么的，不要超过三点半。那、啊、之前刚上熊猫的时候，那个超拼，一天都做三四千的熊猫，然后在家店里面做。嗯、我离开这边，基本上都超过四点，很硬，不行，很虚。好了，自己看着办了。因为最近冬天你的生意会更好。对。啊，记得到时候问妹妹好不好吃啊？如果我遇到她，因为我有时候我比较早来，比较早来，她应该会上班。好哦。飘忽不尽的。就 size 啊，好了，走喽。怎样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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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也没看多少。嗯，我自己也有买啊。我自己买。对啊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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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吃好不好吃？再跟他讲，不好吃砸他的店。不用了，客气什么？你问他多少，你要抓得到我、啊？我最近弄完台北，你写一下。反正遇到再说啊，又没差啊，请你吃又没差。不要，我到这边买就随便吃。哪有差？那你自己买什么？啊，我自己买了一个面，然后加上一点小东西。嗯，应该。太多了。啊，没有，你不是说你想？你不是我想喝汤，但是我没有想喝这么多。没有啊，喝不完倒掉又没差。再喝看看好了。嗯。
中辣。中辣、哦。嗯。有汤匙啊，可爱。不要，等下汤匙大家就要结束。如何？还不错哦。嗯，好哦，五花街。对。下班可以去买，只要你记得的话。对啊，我跟他讲。我说来问妹妹啊，他说哪一个？对，因为他好像有遇，有时候早上来是彩玉，有可能是你，他有时候有可能又别人代班，对吧？跳舞不紧张，我慌。伤疤，我像一只猫，不慌不忙。呀，有带吗？衣服我帮你穿在一起。睡哦，睡。嗯，没有，我吃啊，没吃饱而已啊。如果我敢接你油，我就会被送出去了。没有啊。没事啊。啊，那个卤味，你要试试看吗？那只有一点东西而已啊，五阿街啊，然后现在我刚才想到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我还有汤圆，把汤圆塞给我，出门前。